嗱喂，又嚟西近炒雞柳 ，OK？ 嗱又燒紅個喎，落油 ，OK？ 咁啲油滾啦，依家嗱依家砰砰聲，個鑊已經係夠，加啲姜起鑊 ，OK？ 加啲姜起鑊，加啲姜香香地 ，OK？ 起一起鑊，哇！有微窿嘅時候咧，即係所謂微窿就唔係黑咗，即係啡啡地咁啊，微窿啡啡地啦，咁就可以落啲雞肉落去 ，OK？ 嗱，如果記得咧，上次講過啦，啲雞咧落咗咧，唔好喐佢住，，OK？ 煎香一邊先，等佢 ，OK？ 等佢煎香一邊先 ，OK？ 咁咧就先至開始收斂 ，OK？而家等佢有得佢先。嗱喂，差唔多咯，咁啊嗱，睇下反轉就知啦，係嘛 ？OK 啊，咁啊兜練啦開始。嗱有啲係嗰句啊，水佢就知道邊個冇著褲。嗱兜練咗之後咧，你咪睇到有啲咧唔夠窿啦嗰邊，一窿嗰邊喺底啦，生嗰度喺面啦，嗰啲咪輕輕將佢喐一喐啦。輕輕將佢喐一喐 ，OK， 扶一扶佢，啊，扶一扶佢 ，OK， 咁咧又係冇喐佢住，再煎一煎香 ，OK， 好啦，咁就等於兩邊都煎香嘅時候咧，就收斂咗，就可以連隨落啲西芹，再收斂，咁就上碟 ，OK， 啊，又講木卡係嘛，好似揸飛機咁啊，木卡。初步都 OK 啦，係嘛？咁咧就落西芹啦。呢啲菜咧唔驚嘅，有時冧高咗咧，你煮一陣嘅咧，佢就軟咗就墮曬落去嘅。有啲仲係縮水得好緊要嘅喎，即係有啲菜啊。咁有啲就冇咁犀利嘅。好啦，又係啦。七七八八咯喎，係嘛？咁咧就又係咧攞個蓋冚一冚佢。OK， 冚一冚，熄火。就係咁樣，焗佢五分鐘左緊 ，OK。然後就起揭鑊蓋，咁咧就兜起鑊 ，OK， 焗一焗佢 ，make sure 佢係熟。好，焗咗五分鐘左右。咬下嚟結中華喺煙滾滾，好起鑊。雞柳西芹。